真的这边要逛的话，要一整个早上来逛哈。啊，大家考虑说大家都颈椎拢来过啊哈，那就把时间放在那个地方逛啊。要不然在生物公益馆呢，一到。台南四点五十分开车，四点五十分开车。
好，我们陈常务很客气哦，他说好，有一些歌赶快先给你们唱，内湖农会之后呢，他再来讲话。好，好，来，那我们那个邱大哥，你直接跳下一首好了。下一首好了，可以吗？可以，好好。这两天的这个中间吼，啊，阮在吼，也有服务，你敢是有服务不少的所在吼，啊，希望大家啊，多多来甲阮操心，吼，啊，最后祝阮大家回去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